不用了。梦里，亲的，别人要，有空咱天天去要我的，要我这个呢，所以我们也在筹备这个事，筹备这个事呢，家里有一个像木的推车啊，好像是木的推车，那个木的推车呢已经不太好了，不太好了以后呢，我姐说要改造一下子，我就对她说，你不能再改了，一改造的话，你整个都坏掉了，因为那个用的那个面积不够了嘛，面积不够，或者说体积不够了，你在上面改的话就彻底坏掉了，完全不能用。当然我姐好像要一意孤行的要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爸就一把把他挡住，好像要他不能再动。我也敢连忙转过去对他说，你不能再改，一改就全废掉了，全报废了。正在这个时候，我妈好像突然发病了啊，发病了。那我估计了以后看到那个，在发病，说发病了，那我想把他抱下去，抱在手上那个像条鱼呀，晃的，很严重。那我赶紧给他临牌一下吧，要临牌临牌就是我母亲发病，这个事，正在这个时候，我家里有人。有人在那边，所以碍事了就没有那个办法，临牌了，没有办法临牌，是碍事，那个工作环境被打乱了现在就是我的工作环境被打乱了工作环境被打乱了，就已经基本上没办法开始工，没办法正常接受信息，没办法接受信息啊。没办法接受事情，没办法开展工作了，所以呢，那个外星人说，那你早点，回到家里去就可以正常的开展工作啊，就可以正常的开展工作。现在情况下确实是，没办法正常的开展工作，所以说，对我说。可以早点回家就去啊，那边安安静静一个人在那边工作啊。现在的情况下是，因为还有其他人搅和在同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面，就很少，很难开展工作啊，很难开展工作。是讲的这个意思啊。梦中提醒，即使我要给自己母亲排，也没办法排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另外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别人在下决定啊，所以说好多事情就干不了啊。今天这个意思，外星人告诉我，早点回家走啊，星期五回去啊。好，知道了啊。好。